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罗宾最近都在忙什么呢？我今天都在拍一些影片，然后只是最近呢要参加 AGA 的水草比赛，所以暂时影片出片量太少了，然后赶紧正在加工，来给各位剧透一下，我们在做一个半水景的造景，然后请大家期待一下这支半水景的造景制作影片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后续再见咯，拜拜。